少寨主今天的艳福不浅呐，那你算瞎了眼了。你仗着你们青龙寨的势力，作恶多端，别人怕你的爹飞刀追魂焦雷，于姑娘可不在乎。我杀了你这个淫贼除害！
哥。对。还有老师。老二，老三，青龙寨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好下去你全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。擒贼叫擒王，对，我们去听焦雷。鼎鼎大名的宋金刚怎么了？怕了我飞刀追魂焦雷不敢跟我动手了？宋金刚，你是保镖发了财，有了身价，怕死了？你的四个儿子都死了，我两把飞刀就干了三个，你不跟他们报仇？怎么，你还叫宋金刚？中了这么一把小小的飞刀就不行了？罗通还盘长大战。乾坤剑的名家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再怕死也不能不出头了。你们去把宋家的人全弄出来，问于远逃到哪儿去了。是。说出于远去了哪里，我就饶了你们。把他们吊起来问，敢不讲的就杀。是，吊起来说。站住！宿
宋金刚开了20年镖局，看他的样子家里不会没钱的。是啊，这家伙弄了不少钱，吴大可正在清点呢。搜他们身上去。知道啊，于老爷子只在我们家停留了一晚上，今天天一亮他就走了，你杀了我们也没有用啊。哦，你们真不知道？我们真的不知道啊。那你们走吧。滚。谢谢。宋家的人，你是于远什么人？那就是路见不平，只为了救这个女人和小孩儿。同时还在我面前显一显你的飞刀绝技。好，有种，你要跟我较量，打落了我的飞刀，我倒要先看一看你的本事。好功夫。回来，你知道我是谁？青龙寨寨主飞刀追魂焦雷。你想这么容易就走了？咱们的飞刀还没有比完呢。告辞了。
子，慢着，你还有事要办，叫曹正去。嗯，你们的本领都不是这小子对手，带弓箭手跟着，找机会下手。知道。团长啊，你小心点。是。你们四个去追踪于远，他中了我的飞刀，带着重伤一定逃不远的。是。喝酒啊！这范大侠，晚辈楚文雄是乾坤殿门下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家是被青龙寨寨主焦雷飞刀所伤。哦。飞刀追魂焦雷是，特来求教老前辈。你看我惹得起焦雷？晚辈平日听家师说，前辈不但医道高明，若有危难，更是第一个可以投靠的朋友。总算我没白交这个朋友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抬到里边去啊！大哥，三弟来见过范大侠。范大侠，这是我小师弟于明。这是师妹于英。大叔，恕怪侄女年幼无知，一时路见不平，杀了焦雷的儿子，以致连累家父。大叔仗义援手，真是感激不尽。好说，我先看看令尊的伤势吧。这儿三十里有个柳镇，你赶快去那儿有一家回春药铺，照这方子抓药。哦，大师哥，我去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哦。哎，三弟，走后门。是。范大叔。啊。我爹的伤。待会儿我给他上药，只要十二个时辰不移动他，不会有大碍的。掌柜的，你们不要随便走动，我出去招呼招呼。前辈请便。
小子再狠，割了他的头回去向寨主报功啊！衣服该怎么样赔呢？嗯，这些小喽啰的衣服本来就不行，又弄脏了。你是个大头目吧？你这身衣服倒还将就，脱下来吧。脱下来吧，要是在这扎个洞，就把衣服弄坏了。糊涂，要是在这儿扎个洞，就不会弄坏了衣服。嗯，还有裤子、靴子，我要一整套的。走了。假吗你？啊，胡说！啊，输不起就别赌！啊，不行，你罚我银子！不行！哎，凭什么还你啊？是你输的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输不起就别赌！不行，你是骗人！啊，不行，你还我！不行。不打算玩了，是不是？他作假。他不玩了，我来，行吗？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哎，等一等。钱还他。滚。坐下。啊，好。老板。哎，劳驾另外拿一副骰子过来。啊，好。飞刀手法绝不在焦雷之下。
寨要有这么一个好手，在跟我们动手的时候不会不出场的。还是等一等，看清楚情形再说。是什么风把四位给吹来了？要喝酒吗？来。范大哥，酒嘛是要喝的，不过我先向你打听点事情。是青龙寨的四虎追来了。什么事啊？兄弟是奉焦寨主之命来找乾坤剑于远。于远没来这儿啊？哦。让我搜搜你的客房。就是你们焦寨主亲自来了，也得等我点头啊。鲁大爷，你别忘了，我跟焦寨主是20年的交情啊。还是先坐下来喝杯酒吧。我们不能让他们进这屋子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出这屋子啊！杀这四人灭口，免得消息泄露。范大哥不让搜客房，兄弟回去怎么向焦寨主交代呢？四位回去报告焦寨主，一切干系自有我范坤承担。大哥，跟他斗什么嘴？斗了再说。搜，一定要搜。嘿嘿，我范坤这条命交给你们了，请吧。姓范的，你别以为我们不敢杀你。宋金刚包庇于远，就被我们杀他父子全家。哎，老宋这个人可还算个朋友，他保镖多年，很有点积蓄，大概现在全归了你们了。杀了我这个老光棍，你们可没有一点好处啊。宋大叔他们家。鲁大哥别跟他废话，动手吧。走。这种东西我最讨厌了。哎，这套衣服不错吧？是我一个孙子孝敬我老人家的。老板，哎，拿一斤白干来。哦，你放心。这几位会躲开那个门口的，那地方蛇虫多，我又看不惯那种东西，他们站在那儿说不定就会受到误伤了。又是一只壁虎。诸位就给我个面子，先坐下来喝壶酒好不好？鲁大哥，我们就先来壶酒吧。尊姓大名啊？我姓杨，杨清。哦，请教是何人门下？跟乾坤剑于爷怎么称呼啊？自小浪荡江湖，没有师父，姓于的嘛，我不认识。啊？哦，真人不露相，请喝酒，一点小意思，我请客啊。这小子身上的衣服明明是佐证的，鲁大哥，你看。寨主叫我们跟踪于远的，别管人家的事，跑了正点子，你知道寨主的脾气的。我说这个人不是青龙寨的吧？
大哥，嗯，你跟师傅醉酒，他老人家的朋友你大半认识，可想得出这个人的手法是哪位前辈的门下？跟谁都不像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虽然像是在找青龙寨人的麻烦，但是跟我们毫无渊源，也未必能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能依仗他的。我在担心一件事。是担心梁师哥回来跟他们撞上了。嗯，快去报告寨主，于远在这儿。一个师妹从后门拦截，小心手机。看见你就瞧你不顺眼，不错，有胆子。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又是一条小毛虫。哦，这是外面那位用飞刀的大哥帮我杀的。都了了，都了了，就不知道师妹那边怎么样，我们去看看啊。前面出了什么事情了吗？有人打架，拿刀动剑的，吓死人了。怕什么？谁跟我去看热闹去？还瞧热闹呢，我可不去了。
屈。我不怕，瞧你这个人嘛，倒蛮有趣的。有趣？给人一刀杀了，就没趣。你也有刀，可以先杀了他嘛。对，多亏你提醒了我。这个热闹好不好看呢？嗯，上！哎呀，这么多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，你让我帮忙？嗯，你行不行啊？那么，捡几块石头给我。先是那个头目，你在这干嘛？帮忙啊。用不着。那就算我是看热闹好了。哼，人家帮了忙你还不领情呢。你看完了热闹，该走了。畜生！骂谁？大家别鲁莽，这位少侠刚才救了师父跟小师弟。卢虎就是他杀的。请问尊驾贵姓大名？姓杨，杨青。刚才蒙杨兄仗义拔刀，救了家师跟小师弟，兄弟这里谢过。不用谢了，我杀那个人是看他不顺眼。杨兄取笑了，刚才师弟妹们不知道杨兄帮了我们的大忙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杨兄不要见怪。咱们年纪都差不多，要是杨兄不嫌弃的话，大家交个朋友。我一向独来独往，不交朋友。二师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人家本事高，看不起我们。我们回去看看师傅吧。于姑娘，慢走。
起饭桶。卢虎这几个追踪于远到现在都没有下落。王平，在，你多带些人分头搜寻于远，他受了重伤跑不远的，一定就在附近躲着。是。走。是。是索命五鬼，对，正是我们哥五个。你们又怎么样？哼，没有怎么样。赵大寨主这两年可发了财了，就拿宋家这一片来说，也不在少数目。你们吃了雄心豹胆。赵大寨主在青云寨里声威赫赫，我们五鬼没那么大的胆子。今天正好赵大寨主可落了单，我们兄弟五对一，算算账吧。哼哼，五对一又怎么样？我会怕了你们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试一试。姓赵的，你杀了我三位弟兄，现在你可没有飞刀了，我要你的命。怎么脱光了膀子去寻死？原来是你穿了他的衣服。怎么，这两把飞刀还不值这身衣服吗？支持，这些饭桶杀一百个也不算什么。你到青龙寨，我让你做第二把交椅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不干。我送你金子，你要多少都给。这种血腥钱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。现在上了药，十二个时辰之内绝对不能移动。这药让他喝了。我听说你师父就他这么一个儿子。是的，大叔的意思是据我看今儿晚上还有很多凶险，飞刀追魂焦雷还会派人追来。师妹，明帝是师父唯一的后裔，师父的伤势一时不能移动，你带着他跟着梁师弟今天晚上就走。我不能走，我要照顾着爹。哦，二师弟，我刚才说我已经听到了。师哥是想把师弟送到刘庄舅老爷家里。我也曾想到这一招，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有青龙寨的人从大路走过，所以过来和师哥商量，先送走师弟，以防万一。师妹，带着明帝走吧。我不能离开爹，还师哥送明帝去吧。不，我要跟爹和姐姐在一起。大师哥要留在这里照料全局，事不宜迟，师弟是非送走不可，还是让我。我送师弟去，这路上凶险颇多，还是我去。二哥，让我去。护送师弟关系重大，
我看你们两个一起去，沿途也有个照应援救。是，越快越好，现在就走。好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跟爹，等爹能走动了，我们会来接你的。走吧。师弟，别走大路，从这边绕过去。啊，什么人？到哪儿去？是钱庄人，弟弟病了，到柳庄去看病。回来。既然看病呢，带刀剑干嘛？啊，我家是开武馆的，刚练完武。到柳镇哪家看病啊？镇西头的回春药铺。走。到柳镇看病。是替于岩买药。楚文雄、梁中汉，你们不认得在下这无名小卒，在下可认得你们是名门弟子。去等他。有了小的，就不怕跑了老的。
小子，你就乖乖的在这住一会儿，等你老子来吧。我爹伤好了就来杀你。好小子，有种。傻瓜，是他，那帮人里头就算他懂点事。是你，二师哥，二师哥，二师哥，出事了！你跟三师哥呢？被青龙寨截住了，明天被叫雷，叫雷。什么药呢？在哪儿被劫的？离这里十五里的一座破庙里。师哥，快去救明帝。哦，不用去了，没用啊，不是叫来的对手，他就在那儿等着你们去。三师弟呢？死了。啊，是为了保护明帝。那我们请舅舅去救。来不及了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明帝。谁？谁？杨青。只有他，我们见过他的武功，况且他从头都在暗中帮助我们，他是侠义中人。哎，你杨少侠，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，求你拔刀相助。听了，我是听到的。有时候我也管管闲事，不过那要看我乐意了。师弟，你杨兄，这怎么能算是闲事？正邪不两立。我师父行侠仗义30年，那焦雷作恶万端，多行不义，你
我看得出你是条好汉。师弟，杨兄，我求求你，在前面十五里破庙里。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你是不是个人？你不是人，你是个好看热闹的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！好，骂完了吧？我可不管谁正谁邪，我生平就不爱交朋友，不过这次算交了个死朋友。多谢杨少侠。慢，我还有个条件。你要钱不论多少我们都给你。你不是骂我畜生吗？我要你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大惊小怪的，我只要你跟我过一夜。睡了，答应了，记住，你答应的。你要救我弟弟？当然，我要把他救回来，才要你履行诺言。
这桩交易你吃亏了。你这是自作自受，我没给你第五把刀就算对得起你了。你躺在这儿好好想一想，是帮于元好还是帮我青龙寨的好？留两个人在这看着，大家跟我去追查于元。是是。这就抱师傅上车，趁天刚亮赶到刘庄的舅老爷家去。好。那杨大哥怎么办呢？杨大哥就是救我的那个杨大哥。对了，那个姓杨的。姐姐，他为了阻住焦雷手下追我，给几十个人围攻，中了焦雷的飞刀，我看见他倒在地下呢。师哥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先送师傅和明帝到舅老爷家去再说吧。我们要去救他，他是为了救我。先送师傅跟明帝要紧，再说他可能已经死了。不，他没有死，只是中了飞刀。哪怕来不及救他，也该收敛他的尸首。青龙寨的人马上就会追到，是救师傅要紧呢，还是要去救那个要跟你？走吧。好，你们都走吧，我去救。我这条命不值钱。啊，大叔，人家为什么要救这小子？为什么身受重伤，生死不明啊？哦，就为了那句玩笑啊？哼哼，你们看不出，人家一直在帮你们，自己不戴眼镜。分不出好歹，得罪了人，临了人家还舍命帮你们去救人，哼，这样的好汉子，我老头子跟他死在一块也值得。好，你们都逃命去吧，我去救。范大叔，我要去救他。哦，师哥，你先走，我会赶到舅舅家去的。
姐姐，我也要去救他。不，林弟跟我走。师妹，我们在刘庄等你。快点吧，天都大亮了。这家伙好像昏过去了，去看看，别是死了。哎，我说债主干嘛不干脆杀了他呢？你不明白，债主只不过让他吃吃苦头，还是想收服他呀。哦，进去。是。明帝，爹呢？爹已经醒了，能说话了。哎，我们进去吧。哎。范掌柜是个盲人呐。嗯。玉婉呢？送走了。好。送到哪儿去了？这怎么能说呢？好。
你刚送完的回来？不，刚才是去救杨青。好，是个汉子，我杀了你。哼，我现在还不忙着杀你。你们讲义气，够朋友，不怕死。哼，我让你们讲义气，够朋友，我有办法叫于远出来。来呀、啊，再来！传帖江湖，叫于远在15天之内亲自到一天酒馆来做个了断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杀了范坤。哼，哼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范老头的药真灵，我看你半个月之内就可以行动，不过功力一时不能完全恢复罢了。婴儿呢？吃饱了。舅舅说，你的伤在20天之内就可以好了。你愿意我快好？当然了，你是为了救我弟弟受的伤。我也想快点好。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事？你后悔了？我做事从不后悔。知道有这件事情，当时师妹为了要救明帝才答应的。你师父不知道？没敢让他老人家知道。哎，这件事我正为难呢。我们想别的办法。不是为这些去救渔民的。我知道，不过这是余家表示对你的谢意，请杨上下笑纳。我要告辞了。杨兄，你得明白，师妹在当时答应你是为了要救明帝，出于不得已。不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玉姑娘，我救了你弟弟，你也救了我，大家算是扯平。那次说的话，从此一笔勾销。我走了，后会有期。你的伤还没有好。会好的。一个人离开，谁来照顾你呢？从小就没人照顾过我。我跟你走。不，他的伤还没好，我要去照顾他。婴儿，不许胡闹。
我找的你好苦啊。这是你自己包着的。为了照顾我，离开了你爹、你弟弟。其实没什么关系，我自己照顾自己也惯了。我真不明白你这个人。也没什么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在江湖上漂泊。在镖局里、武馆里做过工，打过杂，所学的武艺都是东偷一点西看一点，不但没有跟过一个师傅，连对待我好一点的人都从来没有遇见过。所以你对谁都那么冷淡？你觉得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？也许是我错了。到流年看来呢，你最近还要躲一躲，因为最近是犯小。为什么？三五八月里头特别小心。又在练刀了，弄疼手了吧？我好的差不多了。大夫说，再养十来天就可以全好了。嗯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去找焦雷报这死刀之仇。什么心事？我是在担心你的伤。啊，我不是好了吗？所以，我想回家去看看你爹。嗯，你也该回去看看他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怕。我不会回来了。对了，回来干嘛？跟着我这个浪荡江湖的穷小子干什么？我是想跟着你的，可是我可从来没想过娶一个女人。我答应。我只说过，跟我一个晚上。你，好，那我走。
己还我。这离一天酒馆有多远啊？哦，向西45里。哎，你是不是去看飞刀追魂跟千弓箭比武啊？哎，这回可有热闹好看了。哎，这种江湖仇杀的事啊，躲得越远越好。哎，是，可不是嘛。哎，小二哥啊，那个比武是在什么时候？啊，听说明天一早。几个，反正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回去，早点死晚点死有什么两样？哼！爹，你的伤还没好。师妹，你照顾师父。这是你第四把飞刀了，飞刀快！
则我就先宰了这姓范的。把刀扔下。杨兄弟，别管我。杨少侠，别杀我！啊！你饶了我吧！青龙寨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你的，杨少侠，青龙寨全是你的。我现在手无寸铁，你饶了我一命吧。上次我也是四把飞刀发完了。才给你伤的。焦雷，上次我借过你两把飞刀，你还欠我的人情，现在用你自己的刀还吧。厌倦风尘，你就回来，我会等着你的。